繼續翻嚟職場教導之有問必答嘅環節，呢一節身邊嘅嘉賓咧都依然係有 Jason 嘅，歡迎大家咧係繼續打電話俾我哋28046566，同埋係 send 電郵俾我哋嘅 ask@bschannel.com 嘅。嗱呢一刻咧已經係有家庭觀眾打電話嚟啦，邱小姐，邱小姐你好，係咯，主持好，係你好，問必答教授，我想問一問中海石油化學3983，好，而家未入市時候咧？你想入市嘅係咪？係啊係啊。好啊，咁見到佢今日咧都跌咗幾多落嚟啦，一支嘅大陰燭啊，3.2% 做緊$6.02，好似跌破咗近期比較有力嘅支持位喎。是啊，咁你見到係之前四月份嘅時候嘅低位就係喺6.23啦，咁啊講緊咧喺啊即係上個禮拜下跌嘅時候咧，都係已經跌穿咗呢個咧比較緊要啲嘅支持位，咁所以佢再下市嘅空間咧就真係可能要睇翻係今年二月份嗰啲嘅低位5.94啊，咁去到嗰啲位咧，咁可唔可以守得住咧就比較關鍵啦，即係如果你話連啊呢啲位置啊二月嘅低位都守唔住嘅話咧，咁就即係代表住咧成個嘅大型嘅長方形嘅框框啦，就會係被打穿。穿咗嘅，咁呢啲位跌穿咗嘅話咧，咁再下市嘅空間咧，咁可能就真係需要試一試翻咧，係5.3啦、5.4啦，仲有緊嗰啲位置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啦，如果你話呢啲位入市咧係未嘗不可嘅，咁但係都必須係要留意翻一個係即係 cut loss point 一個止蝕位啦。咁就都建議翻啦，可以將嗰個係即係止蝕價咧擺翻喺5.9左近啦。一旦係啊，即係喺收市嘅時候個股價跌穿5.9收嘅話咧，我都覺得咧應該係要話即係先行止蝕先嘅咁。講緊現價$6左緊，咁距離5.9咧，唔係話一個好大嘅距離啦，咁所以咧嚇，即係個直播率咧都相對係比較高嘅。咁如果你話呢啲位守得住嘅話咧，咁個反彈嗰個幅度咧就可能係先要睇翻係大概條十天線啦，咁講緊係即係大概6.2啦，左近嗰啲位置。咁但係都留意翻啦，始終你見到近期個股價嗰個係走勢比較弱嘅時候咧，跌穿嘅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咁同埋講緊咧個基本因素方面咧，呢一隻股份咧都唔係話十分之理想啦，因為講緊佢都係以賣緊一啲氮肥啦，一啲尿素啦，就作為主要嘅收入來源嘅。咁但係講緊呢啲嘅產品方面咧，其實都見得到佢喺即係近呢幾個月啦，即係3月、4月份嘅時候咧，都喺國內方面嘅價格咧都係有個下跌嘅一個趨勢咁樣。咁當然你話呢啲啊尿素嘅價格持續都有個下降嘅話咧，咁對呢間公司嘅毛利率咧都仲係會有個幾大嘅影響。咁同埋如果你計個規模方面咧，呢間公司咧都唔屬於話即係全國裏邊最大嘅嗰啲肥料生產商啦。咁所以就我會覺得要買的話都不妨將個注碼咧係校翻細少少，唔好話太進取住嘅。好啊，邱小姐，仲未問？問啊，我今早打你嚟問過Jason嘅咧，就係嗰只1288。咁啊，Jason睇話4.4幾入，而家未入市時候咧。4.47喎呢一刻，其實今日內銀行回得幾多噶啦？特別係呢一隻農行啦，嗱，所以好似阿邱小姐買嗰啲咧，呢個位又適唔適合咧？嗱係啊，如果你話未即係未入嘅，咁我今朝講啦，4.4咁樣，咁佢都即係已經到咗差唔多呢啲價位噶啦。咁其實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接近啦，之前嗰啲嘅低位啦。咁講緊之前低位都係大概4.3啊，4.4呢啲位置。咁就算你再跌嚟講咧，我相信個幅度咧唔會話太大啦。咁所以呢啲位咧。我覺得都可以著量咁去即係趁低吸納啦。咁但係同樣地啦，如果你話咧喺呢啲位買嘅話咧，都應該係即係以短炒嚟講咧，要擺翻個止蝕位嘅、那個 cut loss point 咧，我都建議係擺翻。我唔係短炒長揸嘅，如果長揸嘅話咧，就睇下個股價咧有冇機會再低少少先啦。咁就去翻即係大概4.32左近啦，咁就挨近翻咧即係3月中嗰啲嘅係即係低位啦。咁即係講緊而家圖上邊咧就係講緊係3月份嘅時候咧有一嘢抽上嚟咧，所留低個上升裂口嗰個頂部咧先至去買翻。咁啊睇下你介唔介意嗰即係毫幾字啦，因為我自己睇咧，由於今日嗰個跌勢都叫比較急啦，同埋嗰個成交額都比較大嘅時候咧，唔排除喺嚟緊短期之內咧股價。有進一步下挫的空間的，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有啲耐性嘅，可以等耐啲嘅話咧，都不妨係等個股價咧落翻4.4樓下咧，先至開始買入翻就比較好嘅。好，邱小姐，清唔清楚㗎？OK， 唔該，多謝你電話。好，拜拜。嗱，阿 Jason 啊，咁講開內銀股咧，其實見到今日跌幅咧都係比較多啦。咁有傳咧銀監咧就係即係有意收緊啦內銀嘅資本率啦。見到今日內銀股咧係全線下跌嘅，特別係農行啊、招行呢啲咧都跌得係比較多嘅。咁啊，大家都覺得咧，即係加息嘅預期增加咧，亦都係令到內銀股咧亦都有個跌幅喎。咁想問下內銀股近期啦，即係長線嚟講，當然大家都知道其實。
實都一直向好啦，因為又平啦，基本因素又好啦，咁但係短線嘅波動係咪都會大啲？嗱，短線都係要留翻，即係留意翻兩大風險因素啦。其實今朝都講過一次。咁啊，第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啱啱即係阿晶晶所講啦，究竟銀監會嚟緊對於係即係銀行嗰方面嘅資本充足比率個要求嘅收緊到係咩程度咧？咁如果你話真係進一步收緊嘅話咧，對於一啲啊講緊而家個資本個即係資本金個比率唔係話太充足嘅銀行咧，都會有個壓力噶。咁其中係招商銀行啦，啊，即係民生銀行啦，又或者係講係即係農業銀行等等呢啲咧，即係之前個貸款個增長都比較快嘅銀行嚟講咧，都會有個壓力存在啦。咁啊，亦都係啊，即係講緊係即係可能中信銀行都已經係即係計劃緊咧，嚟緊係會要再度係融資咁樣。咁啊，唔排除招行咧，或者嚇即係啱啱所講嗰啲銀行咧，嚟緊都仲可能有啲嘅融資活動啦，包括可能要發行一啲二級嘅票據啊，又或者係啊進行一個公股啊配股等等嘅情況都有機會會發生嘅。咁呢方面當然會對即係銀行股嗰個嘅價格嚟講會有個壓力喺度啦。咁第二個風險因素咧都唔能夠忽略嘅，就係講緊咧中央銀監會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上嗰幾日咧係講過，就話咧嚟緊會喺六月至到九月嘅期間咧開始清理翻咧嚇一啲地方政府嘅融資平台，特別就話針對住咧一啲啊有機會變成外匯帳嘅貸款咧要做翻個清理啊。咁啊預期翻嗰個嘅係金額咧係會高達20,000亿啦，至到30,000亿嘅人民幣啦。咁啊呢啲咧咁其實對於一啲啊本身嘅國內銀行，特別就係之前咧借得比較多錢啊，俾去一啲地方政府嗰啲嘅銀行啦，包括就係啲比較大型少少嘅，係即係工行啊、建行啊，又或者係中國銀行等等呢啲咧，都可能會有個影響咁樣。咁如果你話呢啲嘅外匯帳真係一旦成真嘅，又或者銀行都真係需要負擔翻呢啲啊咁嘅係即係不良貸款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對個價格嚟講咧，都可能會有個影響喺度嘅。咁但係撇除呢啲基本因素啊，如果你計翻嚟緊嗰個係即係加息週期對內銀股有機會向好啦，再者就係話咧以佢目前嗰個估值咧，講緊 P/E 都仲係即係10倍左緊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仲係覺得咧係算係平嘅，就算又真係之前嗰啲利淡因素繼續困擾都好啦，相信佢哋嗰個下調嘅空間咧嚇，即係嗰個跌嘅幅度咧唔會話係特別大，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買嘅話咧，我都覺得係可以開始部署定嘅啦。好啊，咁啊你咧不如一齊睇下咧內銀股嘅依家走勢係點啦。建行係7.2嘅，跌咗超過1%。工行方面咧就係6.43，跌超過1%嘅。中國銀行4.09，跌超過1%。農業銀行方面咧係跌咧超過3%，做4.45。咁而另外咧，交通銀行啦就係7.94啊，跌1%。招行方面咧就係19.28，跌超過3%嘅。中信銀行啦就係5.38，跌咧係差唔多3%。民生銀行7.13，跌超過3%嘅。草龍行方面咧係跌超過1%，做5.29嘅。嗱 ，Jason 想同你講下咧，即係第二隻嘅股份啊。咁我哋即係見到咧，今日嘅零售股方面咧，咁啊，即係瑞麟咧，我哋不如睇睇啦，編號咧係4.17嘅。跌緊咧就係0.7% 啦，8.06嘅。嗱，之前咧就見佢即係又炒上炒落啦。咁今日咧喺呢個大跌市之中咧，又唔係做得好差嘅啫喎。咁啊，連帶一眾嘅零售股咧，雖然有少少嘅回落啦，又好似我哋睇下178嘅莎莎咁樣啦。琴日抽升咗。差不多是一成之後，其實今天那個跌下來的幅度都不算是太大的，我想問一下這些零售股近來是不是都出了零售數據之後都還有些餘威在這裡呢？係啊，咁仲有一隻係887啦，見到只英皇鐘錶咧，亦都係即係抽咗上嚟咁樣。咁啊，呢幾隻咧，相對嚟即係其他嗰啲資源股啊，又或者啲嘅金融股嚟講咧，個表現相對比較硬淨啲啦。其實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就是、因為講緊咧本地呢啲零售股咧，其實就唔算話好受到一啲外圍嘅利淡因素影響。講緊啲咩歐債危機啊、希臘還唔揾到錢啊，又或者美國嗰啲經濟數據啊，甚至乎講緊國內一啲電荒啊、旱災問題咧，其實對於呢類型嘅股份咧，對成個行業嚟講咧，個利淡的影響咧唔算話太大嘅，因為最緊要咧講零售業啊做得好唔好咧，最緊要嗰個關鍵因素咧都係講國內嗰啲自由行嘅旅客落到嚟香港之後咧，願唔願意去消費啦，同埋整體嘅消費嘅金額有幾大咁樣。咁隨住人民幣繼續升值啦，同埋國內居民個收入係繼續增加嘅
時候咧，其實我會覺得咧，本地呢啲零售股咧嚟緊都仲係可以係即係繼續睇好啲。咁啱啱你所講嗰幾隻咧嚇，即係講緊莎莎呢啲咧，其實我都覺得係仍然睇好，特別就話喺個比較反覆嘅市況裏邊咧，個股價個防守性咧亦都係偏高，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可以考慮翻呢類嘅股份嘅。嗯，好，唔該 Jason 啊，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要問翻 Jason 啦，講個股份有冇持有到咧？係冇持有嘅。好，唔該曬。嗱，轉頭翻嚟咧，係會有第二位嘉賓啦，同我哋一齊係做問答嘅環節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一陣翻嚟再見啦。